Hello， 大家好，我是 KF。 大家有没有试过用 OBS Studio 来录个 video 呢？如果有的话呢，就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你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不可以暂停的呢？我现在做一个示范啦。我现在当开始录啦，按 Start Recording。下面的红灯就着了，但是呢没有个 pause 制，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 stop 而已，我不可以暂停的。其实呢不是没有的，原来有的。我只要点击入去这个 settings， 左手边 output， 上边点击第二个 tab， 我们会看到呢 under 这个 recording 的 tab， 我们会看到这个 encoder。咁而家咧個 default setting 咧就係 use stream encoder。咁呢個 encoder 咧就係 streaming 嘅時候用嘅。咁通常喺 streaming 嘅時候咧，我哋係直出嘅。咁所以咧喺 streaming 嘅時候就係、通常係 live event 嚟嘅，就唔會有暫停嘅。所以咪冇嗰個 pause 嗰個 button 咯。咁我只要咧入嚟呢度咧，係揀另一個 encoder， 我揀呢個啦。咁啊出咗嚟之後咧。咁其實個 pause button 就會出翻嚟噶啦，咁而家當年喺呢度睇唔到嘅，因為我哋都未曾去錄。咁我哋試下又再試下啦。我哋撳呢一個 start recording 啦。咁呢個紅色就係顯示而家錄緊啦。咁大家要留意到咧，呢、這個旁邊咧就出咗一個 pause 嘅一個 button 出咗嚟啦。咁我哋喺度 click 一下咧，咁呢個紅色呢、這個。指示燈就個 indicator 就冇咗啊，咁啊變咗黃色閃下閃下咁樣嘅。咁我哋即呢個 pause button 咧，再撳多下咧，咁呢個紅色嘅錄影指示燈咧就繼續錄緊啦嚇。咁、直到我哋咧撳 stop recording 為止，咁就完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個 pause recording 係存在嘅，呢、這個 button 係有嘅嚇、只不過咧大家可能要 set 翻個 encoder 咁解咯。咁今日同大家讲嘅晒书系咁多，多谢大家。